个天津亚的芯片呢，是我们国家第一款全面支持北斗三号所有信号的一个高精度基带芯片。在应用上呢，我们的产品能力和定位性能大幅的提高。比如说在精准农业领域里面，拖拉机可以实现自动的或甚至是无人的驾驶。比如说在一些典型的工程机械领域，压路机呢可以实现非常完美的一种作业方式。比如说一些无人船和无人机方面，可以实现更高精度的控制。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